刘志奇，我专门为你买的，祝贺你演出成功。你上次问我的那个问题，我想好了。我喜欢你，我答应你，跟你在一起。怎么了，陈明？那天我喝多了，跟你闹着玩呢。闹着玩？对，你千万不要当真。幼稚奇，你别闹，这种玩笑一点都不好笑。陈明，要是我的行为让你产生误会了的话，我向你道歉。什么误会啊？道什么歉啊？偶像和粉丝之间总是要有距离感的，我不应该混淆我们之间的关系。而且我们也是因为意外才碰到一起的，不是吗？那你对我的那些好呢？你给我的表白呢？还有我们的初吻，这些都算什么呀？我跟你说了，我那天喝多了，在那种情况下，就算是路边的小猫小狗也会喜欢的，你还不明白吗？小猫小狗，就是奇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耍我！我就是在耍你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你不过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女孩，你真以为我会跟你在一起啊？从今往后你的季节，成明，从明天开始我陪你一起排练呗。曲之月，我没听错吧？你居然要陪成明一起排练，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。我是人美心善的曲世韵呀，我乐意，你就当我日行一善吧。我就想问你，人美心善跟你有什么关系吗？曲之月，真的吗？太好了，那咱们从明天就开始排练。看我不折腾死！成明，你唱歌的时候不能欺负我了，我教你方法：每三步一呼，每三步一吸，我们以一圈为一组，好吧？好，好，预备，走！跑步的时候啊，三步一吸，三步一呼啊，预备，走！再高一点，咪咪咪，妈妈再高，咪咪
你全了，你全了，可以休息一下了，循序渐进的来啊，我觉得我还可以，走吧。啊，赵哥，啊！先插不上去，这才说明有效果呢。开嗓开嗓，越开越快，对吧？来，继续。小明，小明，你也太拼了吧！啊，跟上去，诗雨。啊，你赢了。你要是不赢玛利亚，我得觉得天理难容了。曲之月，曲之月，起来了，快点儿！今天不是要演出了吗？我觉得我还是太紧张了，要不然你待会没事你还是帮我练练啊！快快快！嗓子都成这样了，还想着排练？曲之月，你们平时到底怎么练的声？就正常练声啊。正常练声能把嗓子练成这个样子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怀疑他嗓子废是我的原因造成的？没错，我就是这么想的。我看你就是想把他的嗓子练废，你好当大戏的女主角。我没有，你胡说！你曲之月，快点，来不及了。成明，你要不然今天都别练了，你嗓子都成这样了，今晚还要演出呢，要不然算了啊。成明。你别再练了，你再练下去，这嗓子真的彻底废了。陈明，要不我陪你去医院看看吧？不用，我就是还有很多不太满意的地方。要是今天不练，我肯定不踏实。快点去治愈，我在外面等你。那你多喝点热水。陈明是不是附了魔怔了？他不一直都这样，不疯癫不成活的。睡吧。